你的双十一快递搭乘高铁来重庆了。你在双十一抢购的商品，除了飞机、公路运输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宁波、昆明、成都等地的快递正搭乘高铁来到了重庆。11月12日21:29 G8595次列车驶入站台，本次列车坐着一批特殊的乘客，他们是双十一电商平台上采购的商品。由于快递数量较多，现场除高铁快运工作人员外，重庆客运段双十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小橙子也加入运输搬运的队伍。据悉，从11月11日至20日期间，每天将有青年团员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加入电商黄金周铁路高铁快件运输中来，以确保快递能快速高效的转运。据了解，在11月11日至20日期间，为了让高铁快件早日送达目的地，重庆铁路部门利用高铁动车组、旅客列车、行李车等运力资源，为不同层次电商货物运输提供物流服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